同样的一首 Narváez 的这个Fantasia 第14号，我们在吉他上面来演奏。可以知道，这个在吉他是一个所谓的单弦乐器，跟所谓的 Vihuela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复弦乐器，当然有一些在右手用力上有很大的不一样。当然，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理由在吉他上面就没办法弹这类型的曲子，因为这基本上是完全同源的。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现代的吉他的一个调弦，基本上是当初等于说把原来比维拉的第一弦拿掉以后的那个顺序那么所以比这个原来的比维拉要低了一些低一些，通常现在是所谓的 E tuning，低了小3度左右。所以呢，我们在演奏这类型的曲子呢，考虑到它的这个弦长比例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把 capo 三的话，capo 三调夹移到第三格的话，那么其实你就跟 Vihuela 完全一样。稍微注意到了，因为是去掉第一弦，所以这个 Vihuela 吉他的这个所谓的第二三弦的关系二三弦的关系和三四弦的关系要稍微做一点点微调我们要把第三弦把它空弦的时候从收要调到升发，这样的话呢，capo 三了以后就会变成，所以 so re la fa do si 就跟 Vihuela 的调弦。一样的那么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是完全可以互通的。那么我已经讲过了，事实上，吉他跟比维拉在西班牙一直到18世纪末期，其实任何人要卖吉他或者卖比维拉，是指的是同样的东西比维拉也就是吉他。那么这首曲子我们不一定需要看所谓的五线谱，我们一样。可以完全使用这个所谓的图表记谱法来读谱。那么图表记谱法有对于这个所谓的这种属我们这种所谓纸板型的乐器有它绝对的优势如果我们习惯看这样的乐谱的话，其实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乐曲呢，可以很简单的用视谱的方式来演奏这一点呢，对于吉他的朋友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强处，所以呢，也鼓励大家能够把原来的这个Narváez 的 Fantasia 的 Tablature 所谓的图表谱六弦谱呢，把它拿出来瞧一瞧，那么那里面呢是等于说作曲家自己所指定的一些指法Tablature 基本上就是把你的指法这个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纸板上面的一个位置都标注出来，所以你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按照这方面来弹，就是最圆真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们在考据这类型的乐曲呢，很重要的一种等于说考虑它的声部的一种关联的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好，我们就讲到这里。